大家好，我是迟毅，很高兴以这种方式跟大家见面。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记得这本书我最开始是从我同学嘴里听到的，就是觉得名字还不错，就去买了这本书，应该是2个星期就把这本书给读完了。首先呢，我很庆幸我看得见，也听得见。然后也很佩服这本书的作者，因为他虽然看不见、听不见，但是他没有放弃他的生活，依旧还在写作。今天我就给大家朗读其中的一段。在能看见的第一天下午，我将来到森林里进行一次远足，让我的眼睛陶醉在自然界的美丽之中，在几小时内拼命吸取那经常展现在正常视力人面前的光辉灿烂的广阔奇观。自森林郊游返回的途中，我要走在农庄附近的小路上，以便看看在田野耕作的马儿，看看仅靠着土地过活的悠然自得的人们。我将为光艳动人的落日奇景而祈祷。当黄昏降临，我将由于凭借人为的光明看见外物而感喜悦。当大自然宣告黑暗到来时，人类天才地创造了灯光来延伸他的视力。在第一个有视觉的夜晚，我将睡不着，心中充满对于这一天的回忆。今天的诵读就到这里，希望大家有一个好心情。我是迟毅，下次再见。